区区一辆保时捷而已，很稀奇吗？这一百万呢，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说是惊不惊喜？苏爷，你老实说啊，你小子是不是在哪儿发财？你不会是隐形的富二代吧？哎，又没有眼光啊！陈开这样的像富二代吗？你都咋回事？车钥匙都在你心里？还钥匙是打火机？你家打火机长这样？是啊，周开。 这车钥匙可是服务员送过来的，就算是真的，那也是租的，我还不能骗人，你兜里掏着出来200块钱。是啊，所以大家都那么熟了，就别在我面前装了，不配碰。就是，不就是没钱才被赵倩甩了的吗？都穷了这么多年了，早该习惯了吧。他小姐，去我的酒窖拿2瓶酒。 给他送过去，我的人可不能随便手欺负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们没听过呀？我苏野逆袭啦！哈哈哈哈哈！还是你们小子太多了吧你？你以为你是萧炎呢？咸鱼啊，就算翻了身，嘿，妈的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谁他妈的进来的？ 没看到我们在忙吗？滚出去！大小姐得到贵客光临，特地从主教拿了2瓶珍藏的好酒，还请各位慢用。大小姐，是什么梦的意思？这酒我认识，路易十四，好几万一瓶呢。这酒，没错，这酒就是。谁让你混的？这酒你配不了吗？ 就是，你赶紧给我放下！你们这话什么意思？没听到刚刚服务员说的吗？你该不会以为这个酒是送给你家里的，没有镜子，也有尿吧？哼！那你们到时候我说说，这酒不是送我的，是送谁的？